请赶跑声哈！我们今天呢，在台湾的街头，在 Seven Eleven 的前面，然后找到了一个女站的，然后我们找到一个很喜欢的，经过一下，是赶跑自己喜欢的公主，有 Rapunzel 跟贝尔，然后我们现在就要来试试看，来各放三个，然后希望会投到是我们喜欢的，各三个哦，这个是60块台币哦。希望会抽到什么呢？你看，你希望抽到什么？这边是什么？哦，好像抽到贝尔的，大宝喽！老板抽到，老板抽到飞马，阿宝抽到A101。好了，这是阿宝的，很紧张哦。我们走吧。这是贝尔的发夹。放的